你手吃饭了啊！你小子，上面呢，叫下来吃饭也不行。你说咱们这俩孩子啊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这老天爷安排的多好！ 孩子被吓坏了，问他什么，也不张口。说话！怎么说我们都养了他这么久？他这脾气长得再像，他也不是亲戚。儿子因为发烧，所以说胡话，这不是真的。是因为你给我记仇了，从今往后，永远不要再好好面前提这个事儿。滚！好，那你们就送我去派出所。 说出来就好了，儿子。说出来就好了。